车司机工人都因为喝了这个酒，洗肾、肝脏、肝病，我被他们喝很多，他们就是习惯喝，然后呢就被酒驾，然后就去查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然后就发现它是药酒，药酒它其实是药，不是酒，所以它必须要在药房才能。可是我们全台湾大街小巷全部的槟榔摊啊、杂货店全部都在卖。那时候是马英九市长，因为马英九市长有那个很大的那个媒体的助教，所以我就在一场到达很多市场的经济课下，我问他这是什么，那马英九很可爱，就说这是维他命。所以当天的新闻很大，我说市长这不是维他命，这是药酒，只能在药房。在路边还是什么地方买？当天我们的那个卫生局立刻当天马上全台北市槟榔摊大大搜查，抓了六家，罚一家罚了六万，36万。然后那个槟榔工会的理事长打电话给我，黄义伟，请你不要再抓了。我说我不是要抓你，我们只是希望他回到政府。如果你是药酒，就回到药房办，因为这个通路差很多。你看到现在的新闻，下面有一排。这个是一天只能喝多少 CC， 这个是酒类，请大家注意。那个经理是马珊珊，要求他做到。对，这个是我很骄傲的地方。卫生署说，全程刊登经理，而且不得出现大杯饮用的画面。从此以后没有再看过周润发，对不对？这是这个原因。这是我，这个是2004，这个已经15年。你知道他一年卖多少瓶？一年两家公司各卖1亿瓶，2亿瓶。通路现在通路是被我断掉，那个叫做挡人财，那个很会死人的。但是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我都停掉，因为至少可能阻碍了某些人很方便的取得，然后很大瓶的，这个我觉得减少，但是已经不太敢不招男人卖。然后喝的人也懂了，它会引起肝病跟肾脏病，所以这个部分是我觉得我们改善这个社会一点点。